接上一个视频哦，在六层油温的时候下入鱼肉，开口朝下，先让它定型再放手哦。定型之后轻轻的搅动一下，黄子粘在一起，炸至金黄色就可以捞起来了。接下来取黄瓜皮，用刀尖将树枝的纹路打出来，不习惯用大刀的也可以用小刀刻哦。再将叶子切出来，这是拼盘跟热菜的相结合了。这样更好吃吗？不，这样更有档次，也比较贵。根据盘子的大小合理的装盘，底下用香菇切片装饰即可。我说厨师长，我点了一条鱼你就给我上了这么三块，明天炒席被子卷一卷走人吧。